回到台湾来，带您来关心的是透过艺术来弘扬佛法。这是台东的金刚寺持续来推动艺文禅，接引大众来亲近人间佛教。日前，监寺慧立法师就携手艺术家前进当地的农会，展开了流体画教学。在圆形画板上倒上颜料，然后双手捧着画板随意摆动，让颜料自然流动出意想不到的美丽景象。佛光山金刚寺持续推动艺文禅，这回前进台东县农会带领家政班成员创作流体画。大家对于这个静心以及流体艺术的课程非常的喜爱，这让我们在弘法上带来很大的效应。这个法师的一些言语的引导，然后大家可以静下心来，然后情绪比较平静，慢慢放下来。其实开始作画之前，大家还先来场禅修，把心静下来。更在创作过程中领悟到，原来绘画也是禅修一种，亲身体验佛教生活美学，收获满满。因为是台北台东综合报道。